奈伊摩奈伊玛都奈哇哦奈哇哦奈西哆奈毗哆耶奈哇哦奈哇哦奈哦奈哦呼喊。下回去我们要把这个，因为它我们可能不会拿很多，然后我们就剪一剪。那它这样就可以长两张，对。如果量多的话，我们就用脚踩。现在是量少，所以我们尽量把它搓搓，把那个渣子。你这里再一起剪。再给它往外卷。好，来，从中间右下往自己前后一次，然后往左边后，回到中间抓起来。西美在那种，其实是在按摩它的时候，其实要让那个颜色能够被那个就是苎麻给它吸收的很均匀。对，它现在把挤一挤之后呢，等一下就直接拿到那个我们要晒的地方。对，第一次，然后直接绕过去吧。哦，对，然后第二条线就直接挂在那个中光线那个地方，是这样。一条线是比较麻烦。稍微推直，它这里才会出现那个开口。我们用这只手做，对，然后小美说你也懒得用这只手。奈哇哦，奈西哆，奈毗哆，耶奈哇哦。